用检讨比照就好了。我们先那个好不好？先公平会跟 NCC 两位先来。好，来，请 NCC 副主委，请公平会主委。方委员你好。两位好哦。委员好。从学界从政，这都是你们的第一个工作吗？是吗？是的。是吗？副主委呢？从学校之后是。是吗？好，难怪你知道，没有历练，对权力的运作没有经验，所以要去抵抗很多压力跟挑战，就没有魄力。我给你们要留下学者从政的历史性的注解，我们先看一句话，这一段话，这个其实徐永明委员也提起了，本席也是准备了，郎雅玲女士所说，远传很清楚告诉你们，以债作股是不得已，实际上是真的要入主中家，只不过现在有党政军条款，所以他们必须规避，将来只要法令松绑就会水到渠成，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是不是都知道？是的。审查的过程之中都知道。副主委知不知道？知道。好，来，主委知不知道？了解。知道嘛？啊，所以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远传入主中家，只不过形式合法，对不对？结论是不对。来，你等一下你会很糟糕，为什么？我问你们哦。远传的老板已经开始约谈过中家的人事了，中家的执行长也已经请假了，这是今天我们立法委员在 NCC 那边揭露的啊，这个事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吗？好，那为什么结构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实质就是远传入主中家，可是你们在形式上替他擦脂抹粉，所以你看看你们的报告，包括那个公平会的报告第五页，你们替他擦脂抹粉，说仅涉及中家母公司的股权结构，这个你们讲很多了。这个就是那个公平会那个吴主委，这个就是你的历史定位，好不好？回去哈，这一页哈留下来做传家之宝。你学者从政留下来的历史定位就是，人家远传告诉你实质，然后你替他擦脂抹粉，你做刑事审查。他在法律上没有办法转换成股份。来，那个余副主委，你的报告的第三页跟第四页，同样的做了这样的一个擦脂抹粉的工作，化妆师的工作。那你把这个报告也带回去当传家之宝，然后那个郎女士的那一句话，你也把它印下来，好。这个真的就是你们两位学者从政最后留下来的身影，那是什么？那是当一只狼披着一个羊皮来敲门的时候，你欢迎他来者是客，而且告诉人家说他是一只羊，而不是一匹狼。受社会公平，这是本席的定位。好，你们知道他实质其实是入主中家，所以其实你们戒慎恐惧，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很戒慎恐惧？有没有？所以你们做了很多负负担嘛。刚刚他只是说他未来如果法律改变的时候，他的意愿。可是你们现在就要他负负担，你们现在的负负担就十分戒慎恐惧的限制他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对不对？是的。啊 ，NCC 有负负担嘛？要求远传不能这样，远传不能那样嘛？对不对？是的。那公平会的负负担总共有三点，对不对？三大点的负负担全部都是在防范远雄嘛，防范他实质入主，对，为什么要防范？代表他现在并没有实质入主，没关系啦，现在没有你就大可以不必把这个负负担弄得大张旗鼓啊，为什么要把它弄出来？现在不发生的事情你却要变成负负担的实质内容，为什么？这个还是要预先防范，因为事实上实质是，所以你们必须严加防范。这个不叫预先防范，这个叫严加防范。因为你现在就在防范，不是防范未来，是防范他现在。你们严加防范。委员的意见，所以你们都戒慎恐惧。实际上不是这样。事实上是这样，你当然不会承认，因为我的指控对你来讲太沉重。可是我必须说真话，因为本席也是学者从政，我们的来路都一样。可是本席的担当跟魄力啊，是你们望之莫及，
我今天就用这种心态告诉你们，学者从政不应该是这样。两位，你们严加防范是因为戒慎恐惧，可是你建立的机制是什么？副主委，你们的副负担里面第几点？第十、十九还是二十？要求他们必须成立一个小组，有没有？是定期呈报他的承诺事项的进度。定期呈报嘛，这叫什么制度？这种制度是什么？因为他很多承诺，他做的，譬如五年要投资40亿。这种制度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里面很多。这种，因为 我处理过管线的管理，好，苏县长也当过县长。我们的民生管线的管理就是这种制度。哎，这种制度叫什么？有名字啦。哎，你贵为一个国家的副部长，哎，这种制度的基本你都叫不出名字，这个制度叫做自主管理了。是的，叫做自主管理啦。除了他自己要跟我们呈报，我们也是会去检查。是嘛？但是基本上他的操作模式叫做自主管理制度。所以你们今天戒慎恐惧，因为你们不做实质审查，你们做形式审查，你们把法律当作工具，你们把自己的领导的角色当作法将，你们做了实质的审查，可是你们戒慎恐惧。所以你们弄了一个铜墙铁壁的负负担，现在就开始规范它。然后呢，你竟然机制上又是自主管理的机制，大放水啊。可是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必须如此，因为远雄当他们远东他们当这样子的来挑战我们的行政能量的时候，我这么多负负担，你们知道自己做不来啦。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告诉你说，中嘉的执行长已经请假三个礼拜了，然后徐先生已经约询过他们的员工了。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要去查证嘛？是，我们会去查证。啊，如果是真的，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一切破功啊！君子欺之以方，你们被欺负啦。一切破功啊，那要不要重审？如果是真的，要不要重审？我们会去调查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没有啦，如果是真的嘛，要不要重审？你看嘛，当人家随便讲一句话，你就必须去调查的时候，你就可见说引狼入室，然后又要严加管理，制度又做不到，又必须自主管理，人家不告诉你，你就不知所以。这就是这整件案子来啦，本席是这样看呐、啊。数位汇流的时代，数位汇流的时代，大家很想要卡位，卡位不是坏事。可是，当那个时代还没来临的时候，有人想要规避法令先卡位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这么不公平。时候到的时候，如果党政军条款松绑了，哎，我当然很希望中华电信来入主，哎。我很希望说有我们国家有主权基金来入主，哎，我很希望国营事业说不定也可以来，让我们的有线电视不要成为全球化之中私募基金炒作财务杠杆的商品。我举例给你看，中嘉怎么炒作？我们高雄就两家，一家叫庆联，一家叫港都。这两家，中嘉怎么做呢？港都编38.91亿。庆联编78.9亿，两家加起来100多亿，去购买母公司的商誉，去买一种空气，叫做母公司的商誉，100多亿。而这100多亿就从银行贷款。换句话说，这个私募基金，它就我们高雄两家而已哦，它的财务杠杆多么容易操作。100多亿，一个港都，一个庆联，就让他可以去银行借100多亿，然后呢，那个利息呢，就用他收市的盈余去付利息就够了。这生意已经变成国际资本炒作的商品，而它是一个仍然有国家安全疑虑的非正常国家的媒体。你们领导之下，让他变成是这种性质，而在这种性质之下，你们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予以掩护，不想调整。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部长上来。好，请部长。不要下去，一起。部长。对，官员好。那个公平会主委，你听一下，部长。公平会主委说，他们必须很快的在期限内予以通过，否则的话呢，就会自动生效。那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你们有啊？你要在投资审议方面的法律。你们的期限是多久？投审会如果人家案子送进来，你们的期限是多久？他是文件要齐备以后才两个月，多久嘛？两个月嘛，对不对？那公平会来，公平会再讲一下，你们的期限是多久？是的，跟委员报告，我们是文件齐备之后，30+60天。对嘛，90天嘛，好，你们是三个月了，他是两个月了哈。是。那部长，你们现在多久了？到520会多久？到520会多久？从今天哈，没有从文件还没有齐备，从他们进来到现在。从他们进来到现在，进来到现在很久了，他已经八月七八月的时候就进来了，所以呢，有没有超过两个月？不，他条件还没有合，没关系了，条件还没合，但是已经超过嘛。好，来呢，那个吴主委，好，你知道部长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部长呢用文件尚未齐备在拖时间，对，但是你没有拖时间，你又放水了一件事，好。好啦，现在我要问部长，你有没有继续在开会？投审会没有开。然后什么会在开？工作会议有没有开？他这个幕僚之间，他们有在工作会议有在开。工作会议来，那个执秘告诉我，所以工作会议没有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哈，因为现在到520还有两个月，对不对？好。如果你们工作会议一直开，三月下旬就说好文件齐备，那你审议会不开，520的时候审议会是一上台就必须马上开哦。所以不是520后再审，这是不够的。520后再审有可能，我文件在320以前就给他齐备。然后520就不得不审，所以本席的要求是这样，不是520以后再审，而是520以前不可以让他备齐文件，继续叫他补件，这个才是你的本意。你的本意是要延嘛，延到520以后嘛。如果你的本意是要延，你就不要技术性的让520以后没有空间，做不做得到？我想这个报委这个可能有点困难哈，对嘛？所以齐备不齐备啊？ Okay, 那你什么时候要齐备？我今天讲喽，我已经问出来了，他们工作会议在开哦。然后，所以我接下来我要问，那你文件什么时候会齐备？你会让他文件什么时候齐备？不是，我想文件齐不齐备不是我们，这要看那个申请人什么时候把资料送过来。那如果是这样？如果照你这样讲哦，主导权在申请人呢，那你凭什么大辣辣的去答应说520以后再处理？那欺骗社会嘛！来，这是关键了，不是所有人都没有问到这个关键，这才是生死门。因为文件齐备以后，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文件再送给通传会，送给公平会，再去表示。没有啦，就两个月嘛。所以你如果320文以前文件齐备，那520是一上台当天就得审嘛。啊、你如果是401齐备，那就是501必须审完嘛。那你还给他审的时间嘛？好，那我如果520开始审，520开始审，审两次，你只给他空间两次，或你给他的空间是四次，你给他的空间是两个月，还是一个月，还是半个月？你520上台以后，你给新政府开审查会的空间，你会给他多长啦？这样问好了啦。来，你要留多长的时间给新政府去开审查会？齐备这个哈，齐备报委，我这样看这个问题了哈。齐备是对方主导了，我现在知道了啦。我们决定嘛，那我的结论就出来了啦。对啦，你们决定，所以你可以主导嘛。那你就告诉我嘛，你会不会留给520上台以后的新政府有足够的审查会开会的期限？会不会看整个案子的进度？所以你不答应啊？看整个不是、啊、我已经讲那么清楚了，我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觉得他，所以你没有答应他所以好，那我的结论、哦、OK， 我不跟你啰嗦，因为你不肯答应，因为讲的这么明白了嘛，就是你不愿意答应嘛。
好，所以很有可能，我没有，好，很有可能，我只是回答你的承诺是口惠而实不至。五二零以后，很可能新政府根本没有足够，好，足够深入审查的空间。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的意思就是你要承诺啊。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我没有说我不肯呐、啊，我一直都不会说我不肯。因为文件齐备只有两个月内嘛，只有两个月哦。好，我们会检视这一点，而这一点都是你们在离开政府重要的治国职位之前，好，最后一个留下来的身影了。那他们两位已经被我盖棺论定了嘛？他们两个人就是不好看嘛？好、哦，学者从政失败的案例嘛，部长，我对你有期待。那个谢谢。